明天我想去看林总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哦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要是你遇到这事儿，我会跟你说坦然面对，你应该就会坦然面对的，对吧？对啊。手拿来。不给我的。你的都是我的。痒。我生日啊。我的密码。这5年来，我裁掉所有人的资料，都在 Finder 的第一个文件夹里。你同意我参考你的资料了？你只许看，不许拷贝，要不然下一个失业的人就是我了。还是算了吧，老婆，我不愿意让你做你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。行，那我改密码去。哎，老婆，其实你不用这样。如果你享受那种在职场上所向披靡、一往无前的感觉，那我就心甘情愿做你背后安静的美男子。得了吧，你还不让你，你有自己的理想。怎么愿意屈尊做什么女人背后的男人呢？要不是看你长得那么帅，才不信你这些甜言蜜语呢。要不是我长得这么帅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甜言蜜语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这哪儿来的这自信呢？烫头。